就相信就有了吧？那大概这样子的话，就是先想，不也没什么原因，也你说也完全了解说，哦，隔壁房间有好吃的话也不了解，可是他自己说从，哦，我嘴巴这样说，他就相信说，哦，大概是有的。所以有这两种的情况吗？他有这样的情况会有什么好处呢？哦，如果肚子饿，他就会跑过去了嘛，他真的就会跑了。所以在这边的我们会说，等于说什么这个意趣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依着所升起来这个疑惑，或升起来的这种一致认为就是这样子，他会对他想要去对这个论想要闻思了吗？想要去闻思。哦，那如果现观专缘论的所权是八十七十依，他有可以依八十七十依而证得，依证得而能成佛，而这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呢，我升起了一个疑惑了吗？啊、哦，这个有还是没有？那应该是有了。哎，如果有这么多的好处，有等等的话呢，那我是不是要对这本论要好好的去听闻吗？去学习了吗？去学习。而同样，这也是后后者依前前者嘛，就是说，像比如说四量论的所化机，它要可以说，升起想要一个号要。去学习，去听闻，四量论的话呢，他之前是不是要先对，要升起一种疑惑？哦，大概这个四量论的所权、意趣、意趣的意趣等这个事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那应该存在的，这样子，还是他的关键是升起这个疑惑吗？而这个疑惑可以升起的关键是什么呢？是要依靠着。四量论的所权等事法或意趣等事法，而这个是要依靠着什么呢？也是要依靠着四量论的归境颂嘛，四量论的归境颂，一这样推上去也是一样这样子。那同样，虽然我们在现观专缘论它没有直接的看到的话，它也是有这个样的一个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最后，在司子贤大师所造作的。现观专缘论的注解里面，他就说呢，在现观专缘论的所化机来这边来讲的话呢，虽然都是身为大圣种姓的人的话，和他们也都是立根的话呢，可是这边又可以分为立根宗里面的立根，跟立根宗里面的钝根，或者他分了说什么是主要是跟随着性，这主要跟随着法。而是什么呢？在这个当中，所谓主要跟随信者是什么呢？他就是马上刚刚像他就信以为真的哦，不去做自己的检责，他就是先说哦，那人家说我就马上相信了。那他这个叫这种的话，主要跟随着信的话呢，我们这叫钝根的者。而他因为以前人会觉得说啊，好像钝根跟立根是说这个人聪不聪明啊，或者说他厉不厉害啊，或者他程度好不好，这完全都。所谓的立根跟钝根，不是从他的脑筋的好坏啊，或者他的善根的深厚啊，或者什么等等，就他学习的方法我们来分的。钝根的是什么？就是他就只没有什么判别。你说为什么他也都不去做？说实际来有点很类似像迷信的，就是说哦，我就信以为是的这个东西来讲，这叫钝根的方法，很不坚固嘛。这不坚固，所谓的钝根的方法就是不坚固的方法，好像是碰运气的一样了。而立根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它是跟随着法，是什么？去检责法，去做这个法一个检责判断，先从疑惑升起智慧，智慧去做一个抉择肯定，而再升起信心的话呢，这我们讲说什么呢？哦，这是所谓的立根的学习的方法，而去做一种听闻检责分辨。而去做的吗？好，所以在讲说现观专缘论的所化机也可以分这样子。好，而所谓呢，那我们在这边来讲，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也是说了，那大师以此说一切相至道，这个呢是什么？这两句话是在引申出现观专缘论的所权，而。非语所能领语实法行性，这个是什么呢？是所权的特征，
所存的特征呢？而精义助正念，聚会者能见，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意趣的意趣，或者用比较白话来讲，它终究的目的嘛，终究的目标了。未令义解故，是造论所为。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现观专能的意趣了。现观直接的，它的诠释它的意趣呢，而间接的引申出它的关系了，对吧？我们这样子。而上个礼拜来讲的话呢，这边来讲的话，有略略的不同的解释，和我把两个的略略的不同的解释跟大家，诠释出来的话是什么？一般这边来做这个一个文字上的解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分，中科大师在他的《经脉论》的做的这个解释，以及贾陶杰大师在他的《善说精要》的解释，和我把两个来，大家可以怎么样去觉得的话，他说是什么呢？他是说，导师这个大师就是，我这个情况是，我看一下大师有没有，这边说，大师佛陀在佛母经里面所说的一切种子，也是唯一佛陀的道路。这个他是这样子去解释，就是大师于此说一切相自道，因为他把这边说一切相自道，我说如果是这样子那来讲的话呢，这个是什么的话，就是说大师佛陀于此说是什么？说大师佛陀在《般若佛母经》当中所宣说，一切种子是唯佛陀的道路，唯有他这样的道路，以及他所代表的后者的五种的，后者的五，后面的五者，后，对不起，不是五者，以及他所以直接宣说出一切种子，而他表征后面的后七世后面的七者等这些来讲，这个是来说经脉论他所诠释的方法。而在贾朝杰大师他的善说经要里面是说什么呢？他说这边，他是把所有后面也加进来。他是说，他是把说后面的非余所能领与实法行性这个句子也解释去。他说，此论所要证得的意思呢，是具有与众不同的差别，或者有是它具有它的特殊的它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了知一切相的，以现观的去了知一切相的这个一切种子，以及能屈入的他的道等这四十法行呢，如果以时间上去分配的话呢，我们可以分出八世。而这个是在佛陀在三佛母当中都去宣说的。这三佛母是什么？就是般若十万颂、般若两万五千颂、般若八千颂、广中略三者的般若。但是我们就说，如果总摄其他的说法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什么的话，这边来讲说，大师于此说，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大师、导师、释迦牟尼佛，在般若经当中了宣说，
一切种子等道路等等，或者我们讲说一切种子等其余的启示吗？等其余的启示，非鱼所能领，这不是为小乘啊，或者独觉的种性的那些的修者可以领受的，可以领会的，是要具有特殊的，或者他是有要别于他者的特征才能去领会了。这是什么呢？是才能领会这个具有实法行性的这个一切种子吗？是把后面的说一切相智、一切种智的定义，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大家略略的去介绍的？是说，他说是现证、发心等实法的究竟会吗？所以后面这边来讲的实法行的话呢，这边我们所谓的实法行就是发心等实法会，和这我们今天后面会，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解释到这个实法行是什么。所以是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他把一切种子的定义介绍出来嘛？与实法行系，这是说什么？这是说具有十种法性的本质的这样的一个一切种子嘛？或者他是以这样，而我们要去是在大师佛陀在般若经当中去宣说了，这是非大圣种性的所化机是不能去领会的，这是前面这一句的。而经意助正念聚会者能见吗？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那把这种经当中所宣说的这种的道理，就佛陀在般若经里面当中已经宣说的这种道理之后呢，聚会者能证或者能见，这能见什么呢？就是承办佛陀的果位了吗？能见，这是我们是不是讲意趣的意趣了吗？这个是说他透由已经了知这个经意住正念，把这个所权去安住观修，到最后聚会者能成佛陀的果位吗？聚会者能见。为令义解故，这就是他的目的了吗？他去为的是什么？是可以去证得了知八十七十义的，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弥勒菩萨这边要去造论的目的或造论的义趣了。好，那在这边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以上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在性观庄严论的广大科判来讲，说它的意趣总摄其意，总摄它的意识，以及它的词汇当中呢，这是把性观庄严论的意趣意涵，它要表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已经一一的去诠释出来了。后面的是把总摄还没有去广为宣说的时候，把它总摄在这边而去宣说的话呢，那我们从后面这边从般若波罗蜜一直到哪里的话呢，是到即法身为八这边来讲的是分出这个是什么，是分出八识了，分出八识。所以呢，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先解释，把它解释它的意思好了，然后我们再慢慢来讲的话呢，这个来讲的话是说有个人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解释来讲的话，有各式各样来解释。可是以我们主要来说是，如果是按照，应该是说按照，贾朝杰大师的善说庄严论来讲的，善说经要论来讲的话呢，这边的所谓的般若波罗蜜是在讲说经书的般若波罗蜜，在讲说般若波罗蜜都经里面呢，
有去宣说这个巴士，有去宣说这个巴士了。这什么呢？他宣说是，宣说什么巴士呢？就是，片相智吗？这个汉说道种智，赐一切智性。这就是说什么？他就是以先说这个来讲说一切种智，片相智是一切种智的意思了。第二个是道智，就是道种智，赐一切智性。这就是什么一切智啊，或者说我们讲说机智啊，或者一切相智啊等等，这个来讲说的。而后面来讲的话呢，一切相现观，这就是在后面的四加行当中的第一加行，一切相现观。第二个呢，至顶现观嘛，这是到这边。后面是什么？是见次现观，最后面呢是什么？刹那正菩提现观，这四个我们叫四加行，即法身为八，所以法身第八者，这就是所谓的八四了。还有我想说，我们后面的七十亿，我先把分段跟大家讲，还有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一一的把它点出来，或他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我先想说，我把七十亿跟大家解释之后，那我先把后面的四加行跟法身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从这边来讲的话呢，发心与教授，一直到说，我们说这个有两个偈颂，就是一二三四，而是是佛片相智，这边来讲的话呢，是引申出了一切种智的十亿。大家后面可以标一个十啦，这边我们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有几个亿。这个是一切种智的话呢，它有十亿。同样，那说这边后说，令其隐暗等。这边来讲的话，后面的从这边开始的三个偈颂是说，如是说道智呢，这当中讲的是说什么？是道种智的十一亿，而后面的说，智不住不诸有等加这个两个偈颂呢，一直都说，到一切智如是，这边来讲的话呢，是引申什么？是引申了一切智啊，或者机智的九亿，而后面的形象诸家行，和后面的从这边开始的两个偈颂，形象诸家行到此具善方便，这边来讲的话呢，是一切相现观的十一亿。好，那此相即增长等这个后面的两句又一句半，两句又一句半，那样子要，对不起，大家要听清楚，是两个偈颂跟一句半哦，两句一句再加一句，一句的一半，就是说什么是，我们刚刚讲说从，对不起，形象诸家行到说这边说，此句方便，此相，或者应该说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应该说对不起，他后面应该说对不起，应该说我把它断的，我们这边来讲的说，我看他翻的是不是跟我们藏文一样的话，不是，对不起，此相即增长，应该从这边了，此相即增长，这边的两个偈到是说
视为顶线官，好，他没有，他跟我们的藏文翻的不太一样。藏文的话，这边来讲的话是应该是要有两记又四个字，四个字呢是在讲说是，至顶县官，但是我看法真法师翻到这边的话，他应该就是直接翻成的两个寄送了，他就把它总设在两个寄送当中了，总设在两个寄送当中了，所以呢，他在这边来讲的话，对不起，应该是他把它翻成对，他把它翻成就是两个寄送了，而后面的话呢，我们是说什么是，应该我说以藏文来讲，应该是三个字再加一句，因为以现观专缘论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七字一句，四句一偈，以这个来讲，可是我们看法真法师这边翻的是以五字一句和四句一偈的，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我看南海上师的翻的是不是这样？不是，南海上师他也是翻五字一句，这样也是翻成五字一句。但是以我们以现观专缘论来讲的话，以在藏文版的话，他是翻七字一句了，他是翻七字一句。所以以这个之后来讲的话，他真的分法应该是说。以至顶县官的话呢，它应该是两记又加四个字啦。四个字呢，这是以上的至顶县官。它后面我们中文是见次县官中有13种法。这边来讲的话呢，这两句话是在讲说见次县官和。刹那正菩提，由相分四种呢？这是说，刹那正菩提，现观，刹那正菩提现观，而最后的自性圆满报，如是于化身、法身并事业，四相正宣说。这四者呢，是法身的四义。四义，所以加起来刚好是70了，70嘛。我们一般来讲呢，因为它比较在藏文的话，它是有个口诀。可是我说中文没有，我们以前是背的是说，我先把藏文它是什么，我们说，句当句记，古句记，给当句诵，西当西，就是一说十与十一，十和九，八与13，四和四。这个来讲的话呢，这是它的80、70义的。背起来以前，我们会从我记得，就是老师跟我们用嘴巴叫我背的时候是，那有一点于像口诀一样的，那个是什么？就是说，前面的一切种子有十亿，道种子有11亿，一切相智或者机智呢有9亿，一切相现观或者一切相圆满现观是有所谓的11亿，具当具具，估具具。还有以至顶县官有八亿，而见次县官有13，刹那正菩提县官有4，法身有4，所以加起来的话，就是所谓的70亿了，70亿。那这是我们以后会一一跟大家宣说出来。因为我们要先讲，会我们已经有略略提到。现观专缘论的，应该说一切种子的十义的话，我们今天也把它点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后面的十加行，我们是不是这边看他讲的说，发心与教授四种抉择分，正行之所依，为法界自性，诸所缘所为，盔甲驱入室。啊，铠甲！我说这是铠甲呢。我说铠甲驱入室，资粮及出生，
是佛片相制。这个来讲的话呢，是讲说他的现观专圆论的十义，他的十义。第一个义是什么呢？就是发心，大圣发心，这是第一个。所以发心，这个是来讲他的第一义了。而第二义是什么呢？就是教授，大圣的教授，这是第二义。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四种抉择分。四种抉择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来讲说，应该说是加行道的四种分类嘛。四种加行道，我们是暖定忍是第一嘛，或者是第一燃暖凝忍是第一等这四个，所以它有四种抉择分。这个抉择分的意思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说在资粮道之后所生起来的四个加行。